药箱里掺的是什么呀？既不像三难，又不是川芎。啊，你问问看。藿香嘛。叫点什么吃的，该去看榜了。算了吧。你们懂得什么叫做学问？抱住一部五经大全吓唬人，不行了。依你，把天文、算术、地理都当作学问？你说漏了，沈茂先生，还有工艺、物理、医学。瞧见没有？其中有名的医生李月痴李老先生，这才是学问家。这是信口雌黄，医生可以成为学问家，卖野药的也都可以成为学问家了。什么？你无知到极点了！天恒，你瞧不起四书五经，干什么也来考？想把你那个杂学捧起来吗？下联。怎么？你翻脸吗？恼羞成怒啊！真诚，爸，天哥讲的是咱们医学，他讲的话对，对，正合你的心意，是不是？哎，爸爸来，爸爸来。捷报，贵府沈老爷沈茂，高中湖广乡试第二十七名。恭喜沈老爷连中三元了。恭喜。到后边来领赏钱。天恒，搞你的杂学去吧。啊。老弟，你看咱们这儿就算出了这么个人才，可是我还要说，大家需要的东西才是学问，空谈是没有用的。做医生，到处给人家看不起。我叫你去考，还不是为了你。爸爸，我实在对不住你，可八股文我就是钻不进去嘛。孩子，你以为学医就容易？时珍，你看那条船，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，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，一生都在逆流里，可还得往前进。爸爸，您就答应我继承您的事业，跟您学医吧。生如逆
传。山容你流传，心比铁石坚，心比铁石坚，望夫全而知，望夫全而知，至死不怕难。有事吗？我爸爸托您请去李大夫，我妈病了。哦，那就赶快走吧，我正要给他输水草去了。走。李大夫，明天还要请过来再给看看啊，要来的。哎，诊官。不不不，还是留着自己吃吧，没钱不要紧。还是拿着吧。你要是不拿着，他心里更过意不去了啊！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屋里洗洗腿，烧点茶喝喝。不了不了，我改天吧，改天吧。李大夫，李大夫，妈，李大夫。啊，李大夫，好好老太太，啊，李大夫，您别回去了，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。不了不了，改天吧。请问李时珍，李大夫住在哪儿了？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远了。1000多里地呢，给我老娘看病来的。那好，跟我走吧。他就是李大夫。娘，他就是李大夫。请请请。你怎么把我绑了？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了？药方不是你开的？把人类给治死了，还冤枉你！哎，这不是老魏吗？老总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五星级掌柜的有病，舍不得花钱，贪便宜找这么一个卖野药的来，弄得人事都不行了。现在，哎，老王，你懂得药啊，你进去看看，李大夫还在里边呢。这就是那个家伙开的药方子。老王，这是虎掌啊。方子上没有的呀，这一定是包家药铺把虎掌当成漏篮子了。这可不行啊！你们怎么把错推到人家包家药铺头上去呢？这是药铺的错了，我看你把人家放了吧。
这个药谱很好啊，有些药真容易弄错啊。今天总算我的运气好，遇到您的相公，要不还不得给他们关起来呀、啊？哎，这一行我干了几十年了，受气不说，有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饭，个肚子叫得像打锣鼓唱大戏，可唱的都是苦戏呀、啊。老大夫，请。请随便用点吧。有位真祥老先生，你们认识吧？没会过，也是一个行医的，有学问啊。我们这行要做到像真祥老先生，像你们父子这样，那就替我们这行争光了。哪里哪里，您也不要妄自菲薄啊。像您今天送给的我这些药方子，就是很珍贵的。你们这么一说，那我倒想多活几年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我来。哦，哎呀！不，带走。谢谢他。这不可以，这不可以。李时珍说放，你就把人给放了。你这个地保啊，算是当到了家了。你以为你一流眼泪，我就饶了你了？带着书，跟我一块去找李时珍。我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快点！请书房坐吧。你儿子呢？请他出来吧。出了点汗了吧？哎呀，李大夫，你一宿都没睡了，太累你了，你得歇歇啊。妈妈，来，进来，来，到妈这儿来。啊。进来吧，妈妈。好，来，别哭，妈妈，乖，孩子，别哭了，妈妈，乖，不哭啊。等妈好了，我们出去玩儿，跟妈到庙里去看戏。大夫，您救救他啊！他要是有个好歹，我们这一家子就更苦了。
你放心吧。相公，包乡绅找您来了，请您回去。你看我能走得开吗？不去。相公，您不回去不行了，包乡绅简直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吵，您快回去看看吧。老大夫给吵的也受不了了，相公您给我怕什么呀？他是皇上让他来灭门九族好了，药里少放点水啊。李大夫，包乡绅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呀，咱别惹他，你回去吧。我不要紧了，李大夫，你快回去吧。好点了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好了。剩的汤又把药弄错了，小刘，跟我回去拿药去。请让让，请里面让让。怎么，包老先生有病了？什么？啊，请等一等。漏兰子是不是胡长？他会告诉你。我们的书上这么说，我们就不错。你搬的这本《日化本草》是错了的。你看，你的药店今天又把人家的药给弄错了。病人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，这就是他的孩子。你们读书不求甚解，是要害死人的。你放肆！就是错了又怎么样？好啊，胆子可不小。李月池，你儿子就这样对包老先生讲话吗？这要把包老先生气坏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太目中无人了，齐州简直都放不下你了。不行，非让他认错不可。让他认错，今天不认错饶不了他。是我们错，是我们错。爸爸，我不许你说话。包老先生，我给您赔礼，请多多原谅吧。岳池，我们包家开了几辈子的圣德堂了，再不懂得医学也不会错到这个地步。是是是，要想毁坏我圣德堂的名誉，我可不答应。不敢不敢。今天的事要不看在你份上，我不能就这么完。走了，叫他，叫他伺候。好。替他充沛一点。李大夫，爷爷，你们不要跟这种人生气。
时珍呐，快给乡亲们看病吧。有件要紧事想跟您谈一谈呢。我睡。啊。那您睡吧。什么事？我去看看去。不，您起来了。是，爸爸，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？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？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。爸爸，你想想看，途经本草上有错误，日化本草上有错误，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，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，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？哎，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，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它顶正过来，再加些新的药进去，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。爸爸，你说这多好啊。啊，话是不错，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。唐本草、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，朝廷要不给修，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？那我们就上奏朝廷，让朝廷来修好吧。我们上奏朝廷，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？不妨想想，有志者事竟成啊。啊，小刘，怎么，是你妈妈病？妈妈病好了，他们都睡了，是我。你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哪儿不舒服？不是，我想拜你做老师，跟你学医。学医？那你说说看，为什么要跟我学医？做医生好，把要死的人救活，没钱的人他不要钱，这样的人多好啊。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，等你长大了，我一定收你做徒弟啊。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，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。
兄弟姓钱，叫钱德用，是武昌楚王府来的。世子得病甚重，王爷跟娘娘很着急，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。我愿为王爷效劳，请先到后面休息吧，我找他来。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。岳池啊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？这呀，都是我给保举的。我这个人呐，就是不究计嘛。你家时珍呐，虽然脾气不大好，倒是有点才气呀。爸爸，请您过来一下好吗？告别。你看怎么办呢？你去，你不是想修本草吗？这是很好的机会。可我这儿的病人怎么办呢？我来给他们治。好，不过你要处处小心，忍耐啊。就是这个奇怪病，什么样的好菜好饭都不喜欢吃，就喜欢吃拿住花，人瘦不大肯吃药，你看怎么办？先不忙用药，我得多看一看。你别拿走，我还要吃。你别拿走，我还要吃。你别拿走，我还要。我你别拿走。王爷娘娘，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，得用杀虫治脾药治子。虫，快开方子。禀报王爷。什么事？世子服药以后，今天早晨又吐又泻，娘娘急得直在那儿哭。府医呢？快叫府医去看呐！府医在，府医在。王爷，昨晚上他一开方，我们就说不对。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，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？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呐！李时珍到。李时珍，你怎么搞的？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。王爷，请放心吧，吐泻世子就有救了，有救了，都快吐死了，赶快给世子想办法。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吧。三炷香，三炷香不好，
你还想用脑袋吗？点三炷香。是。王爷，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。李时珍，我知道你很有能耐，两辆赐你珠宝，我要赏你个官。奉旨所缺个奉旨证，你来干吧。为什么不开口啊？王爷，时珍实在都不敢领受。八品官还嫌小吗？那么你说吧，大一点的也行。王爷，时珍有一个愿望，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。本草多年失修了，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，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。哎，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，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事？我看你还是少胡思乱想，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儿待着吧。李时珍请来。是。李大夫，李大夫，娘娘请你。王爷，您这是中的丹毒，往后金丹可千万服不得了。下去。黄金、丹砂、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，人吃了脏腑是受不了的。这你就外行了，这叫元火上身，服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。什么元火上身？会烂掉肚肠子的。王爷，你听他说什么了？王爷是黄金作体，白玉为胎呀、啊！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，烂肚肠子！下去，滚！王爷，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！你算什么奉旨证？一来就辞职不干，一来就辞职不干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！你还是修你的本草去吧。王爷，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。好，好，好。那再好也没有了，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，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。谢王爷。
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，不是？我早说过，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，请看了再说。经以后，就一个接一个的薪火相传，代代不绝了。可是到了宋朝以后，就没有人修本草，旧的本草就不免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。我们读古人书，就应该要善学古人的长处，把他们对的和不对的分辨清楚，可不能让这些老本子把我们限制住了。郑老师，您说的是啊，老本草有的把两个名字的一种东西分成两种药，有的把同一个名字的两种东西当作一种药，这不都是毛病吗？对，所以我们要分辨清楚了。郑老师，我说历代的本草都有个老套子，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。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，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，这样的分类只对那些讲神仙服食的人有用，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。我们要重修本草，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，按物理来分类。你是谁？我叫李时珍。真巧啊，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。修本草，打破老套子，很有见解啊。可是我已经向太医院上了三次说帖，他们的看法就不同。哦，他们懂什么呢？李大夫，我很替你担心啊。你知道我就是从太医院被他们挤出来的。太医院是腐败，可是我想修本草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，太医院总不能不管。人总是有良知的，我想我能说动他们。好，我愿你能叫顽石点头吧。好，告辞。这是礼部衙门来的公文，是皇上交办的紧急事件。顾可学、顾翰礼献的秋诗方，皇上说好，礼部要本院赶快配医料。吃下这药去啊，80岁老头也会变成小伙子。听说啊，是要用童男童女的。啊，皇上交办的事件，我们就得马上办。啊，立刻办。没别的事了吧？好，那咱们就散。散了，散了。请等一等。时珍还有一份说帖，
期又来了，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。不，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。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，外边的药物又混乱得很，不知害了多少的人了。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？不能那么说，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，重修正是为了订正旧的。哎，我很奇怪，你竟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？哎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，有了一部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就不许再有《唐本草》，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。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，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不修，那就在纸份上也太讲不过去了。哼，我说呀，你这是狂妄。狂妄也许是吧，可是你要明白，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，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一千多种药。好吧，请多想想。李时珍，你可不管你怎么说，你这是瞎胡闹啊！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你一个人。我说李时珍长，李飞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？你以为这太医院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你还有什么？你外圈大家捧着你，你外圈他，外圈他。你不准，我再定。你就是第一千次、一万次，也不准。本草应该要重修，不过单靠一个人那是不行的。这是我30年来批的本草书，你拿去吧。这不是为你，是为咱们的医学。
本想不拿给你看的，可是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还说你绣本草用得着。就要像这条船一样，一生都在逆流里，可是还得往前进。爸爸，你的指望不会落空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李时珍李大夫要修本草，征求药书药方的。哦，你爸爸在家吗？在，请你拜寿吧。哎，这是炉甘石，有人拿来治眼睛毛病，说是开矿开出来。哦，真太好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。来来来，请里面来。好，你们看，有这么些人寄书给我，寄药给我，啊，还有人寄药方子给我，有这么些个人帮助我，我就能走遍天下，把四海三江之内的东西都找得来。嘿，我还怕本草修不出来。是啊，现在做这个事已经不是您一个人了。也有你们的份儿。我们是不不请坐下，请坐。现在麻烦的倒是这个，你们看，一个百合，三本书上就有三个说法，可是这叫三丹，这叫卷丹，并不是百合。还有一种曼陀罗花，那是古人用来做麻药，本草书上就没有记载，我也只是听说，就从来没见过。你们说我如果不到深山去采访，把实物拿来对证明白，那怎么成？李大夫，你赶快走吧，去采访吧，再想一想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，我们大家来替你做。家里的事啊，您放心好了啊。爸爸，螃蟹来了。螃蟹？你看还认得吗？您说过的，等我长大了一定收我做徒弟，请您收了我吧。这不是十年前的小刘吗？成这么大个了，简直成了大汉子了。瞧你这么弄一身土啊。他在黄冈县念书，刚赶回来的嘛。好孩子，一直念念不忘要拜你为师啊。刚才还害臊说没钱给老师做见面礼呢。你已经给过我见面礼了，那就是你的决心啊。怎么，李时珍不来了？不不，他说明天就要入山了，忙着整理行装，来不及跟我辞行来了。宝老先生对他真是仁至义尽了。这个人呐，
野心太大，自不量力，回家以后就老实点吧，还要自己修本草。我看呐，他修到老修到死也修不成。这回出去要多少日子回来呀？少则三年，多则五年。你这样的常常离家可真是让人不放心。听说的，你也得当心自己的身体啊。我结结实实的，怕什么呢？放心吧，我这次从山里回来以后就闭门著书，再也不离开家了。石活原来是这么个采法，你们采药的人可真辛苦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，粗活啊，只要有胆子就行。李大夫，您做的这个事儿才不容易呢。请请请请。请问你们这儿有曼陀罗花吗？曼陀罗花？这种药听也没听说过。这是在烧什么呀？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呢？我们这儿啊正闹牛瘟呢，一个过路卖药的叫烧的，还给开了个药方来，幸亏是他呀。是个什么方子？那可不清楚，好像里边有大黄。这个人也稀奇了，他专摸牛鼻子，摸到没汗呢就给加麻黄。哎，卖药的，你那点方子呢？拿来我们看看。怎么有错吗？谁要说谎骗人连畜生都不如。不是，有位李大夫想给你讨教讨教。李大夫他在哪儿？哎呀老魏啊，哎呀真是您啊，我的恩人。哎呀，这多年不见了。来，怎么样，你肚子里还打锣鼓唱大戏吗？你还记得？看酒，真是他乡遇故知啊。听说您在修本草啊？是啊，我是出来找这药草的呀。那您用得着我了，我跟着您去啊。
给我吧。把杂技给我呀！啊，修本草全靠他了啊！这是老师的命根子，丢不得呀！我来。去去去，你选你的，别管我。你穿不上。谁说我穿不上？要是在家里，您的衣服破了，何至于自个儿缝啊？啊！你呀、啊，老师啊，您想死我了吧？愿你今晚也能做个好梦啊。我我一辈子没老婆，好梦难成哦。
老师啊，嗯，听见没有？狼叫哎！啊，狼叫！哎，睡觉吧，睡着了，狼就不吃了。进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把你们冻坏了。哦，我给您找到个人，他说他们的家乡山上啊有曼陀罗花。哦，不过山上的老道说是仙山，不许采药，要是被他们看见了，那可不得了啊。他不许我们采，哎，那我们就磕手长在我们的身上啊。哎。别动手！哎，老师，你看那儿那儿啊！别动手！是往上长，叶子像茄子，开白花，比牵牛花大。东西差不多了，你离家好多年了，该回去看看喽。我们可以满载而归了。
圾给我。好。老魏，我看不要跑了。就是他们，好大的胆子，想偷神草！告诉你们，神不许动的东西，谁也不许动。天生百草就是给人用的，您把这些药草霸占住了，您可让它烂掉霉掉，也不可以给老百姓用。这就是你们的神。哼。不许乱动，放开我！那是我老师修本草用的，是我老师的命根子。放开！哪里是修什么本草，简直是毁坏道教。杂记本还是没找到。老魏死了。
杂技也丢了。老师，您别难过了，咱们不能这样就完了。或者再走些路，再过几个冬天，咱们再从头做起。说说看，这种药能治什么病？这种药气味辛热，有毒，能杀虫攻毒。完了。哦，老师说过，可以做大风油治大风病。哎，记着，这是最要紧的。走走走走走，走开！咱这的道正司怎么也给抓起来？你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？听说是福丹出了毛病，现在各地都在抓呀。这可好了，方士可倒了。方士倒不了，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活一万年的。方士爬起来只怕比倒下去还要快呀。你田二哥，哎呀，是你呀！哎呀，想不到在这儿碰到啊！哎呀呀，哎呀，老弟，你看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。你看看你自个儿啊！怎么样？这几年干什么呀？开书店，刻书。好，走，咱们酒馆谈谈去。走。嗯，我这个几年呢，正是处处遭受挫折。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。想不到药市场发达的这么快这么大，哎呀，这是推着我朝前走啊，老哥。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，走的地面也大了，局面也打开了，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，咱们的药也能出海，外洋人也要，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。哦，来来，拿来拿来，我从前的杂技在山里丢了，我又重新做起，这几年的功夫日积月累，又有了这么多了。好啊，老弟，苦没有白吃啊。
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，可一点儿也没走错。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，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。可有一样，现在我还活着，活着咱们就干。老弟，把书交我给你刻，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。来，老弟，赶快回家去写吧，写书是你的事，刻书是我的事。老师，最后两本您还得几天写完呢？好了，写好了，书写好了。走了，我问世30年，读书800种，走了万里路，请教了无数人呢，现在总算把它给写好了。忘了我还修改修改再修改。谢天谢地啊，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呢。老师老师，爸爸老师，您来看看啊，您来看看。爸爸，您书写完了，给您道喜。孟大师，给您道喜，给您道喜。大家都喜，大家都喜。你来看看，你看。好，随火土尽诗。好，分类了，分类了。累出了一共多少卷？52卷，60类。药呢？1892种。新加进去的药呢？374。单方是1161。我没问你单方啊。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？我们给对称过了，给归了个种。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。为了这部书，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。
去歇歇去吧，啊。老师，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。那就让他们抄吧，为的是流传。我怕他们给抄错了，咱们得刻出来呀。哎，彭先，你忘了田大爷说了，写书是我的事，刻书是他的事。是啊，咱们写信给他，叫他替咱们刻。好，好。醒醒醒醒，什么事啊？我托人带信给田二哥，已经有好几个月了，怎么没来信啊？哎呀，你看我刚睡着啊。你倒是还睡了吗你？你这么老不睡也不成啊，你要生病的。田二哥不来信，也许是不在南京了，也许出门了，生病了。出了什么事了？你看你想得到全，你问嘛我就想嘛。螃蟹，你叫他干什么？我叫他一站看看有信没。哎呀，天还没亮呢。急都叫了好几遍了，还没天亮呢。螃蟹，什么事老师？哦，没事，睡你吧。哎，真是越老学得个越烦呢。你看这么要紧的事儿，他还嫌我烦。哎，李大夫，没有您的信呢，您何必要自己来呢？有信马上给您送去。老师，老师，哎呀，老师啊，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？有信吗？没有。别给他说对了，老师，老师，啊，回去。是真的。哎，停轿停轿。你从哪儿来啊？南京有回信来吗？哎，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刻吧。啊，不，我不能失信用。哎，你别那么死心眼的，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。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？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还能……哎，好吧，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看。这是24行小字版，这是18行的大字版，这是表装的面子，这是布面子。你的书啊，我要用18行大字版，要用枣木板替你刻，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，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。我只要书刻出来，能够流传就成了。你看，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？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，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。
我这么大的岁数，也该做点好事喽。再说，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，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。你这个稿本上面骂方士的地方是不是多了一点呢？比如你在水银巴豆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士。鲍罗先生，您也是懂得要的呀。巴豆、泽泻、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，可是一到了方士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。再说，哎，你写的是药书，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，把它删掉吧。我看我的话你是不以为然呐，不过大补方士的是隆庆皇上，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金丹玉露。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。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。你不要老不相信我，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，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不是？我替朝廷办事可从来都没有犯过错，你要是不肯把它删掉。好，把手稿收回来。走了，饺子，饺子伺候了。着急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这个老狐狸啊，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！我这个老糊涂啊，他花言巧语的，我当时他真的来替我刻书的啊！爸爸，你上后面歇歇去吧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我要把书刻出来。
我一定要磕出来，不磕出来怎么成啊？你别急嘛，你可急不得呀。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，他不来信，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。卖吧。把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，卖了我自己磕，对生者，对死者，我都有责任。行了，行，我没说的，你愿意怎么着，我都愿意。这书，咱们一定把它刻出来。你要卖什么？你说吧，我听着。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部书？书刻不出来，我死也不甘心。去了，为什么？说是啊，刺客尽数回谤朝廷。他的家人，我不知道。哎，老先生，哎呀，真是没想到。买一座房子，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。你田大爷，好人呐。这么大岁数，还给他们抓去关监狱，你讲白了，老师，走。
不是。这是个什么世道？你腿要麻了吗？不要紧的，就要到江边。停停停停停停停！哎，停停，看，那是什么？那，哎，我年轻啊。我去看看，看什么？你不知道。老师，您到底找什么呀？快快！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怕我会死吗？我死不了你，傻孩子。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，我相信书早晚会刻出来的，一定会。就在民间广泛流传，对祖国及世界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永垂不朽。